现在追究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，当务之急就是解决问题，保证倩怡能够顺利登台，不然业界对我们的评价就只有不专业了。哼，安子，恐怕你这件秀服要改变一个样子呈现了。怎么呈现啊？换什么样子呈现？撕裂的情况呢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即使勉强缝上，线条流畅度也会大打折扣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改。改？这可是我倾注了心血的孩子，怎么说改就改？就是意义重大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提议。如果你现在因为一时意气不改的话，这个后果你我都清楚。这场秀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，你我心里也清楚。这场秀结束以后，我损失的只是一个小模特和故事的违约金，而你，话已至此，你自己衡量吧。时间那么紧，就算我想改也改不出来啊。你有本事你改，